بصراحة.爷，我帮小猫已经请好假了。今天我和小宝去给你加油。加什么油啊？怎么还忘记了？我帮你给大姑约好了，今天你们要打球的呀。哦，对啊，要打球。 咱们要先去换衣服，约。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我们不行就改天再约。。嗯。好了，换衣服喽。 听乔燕说，你最近一直在练球，来，没几杆。来，加油！记住动作的要领，相信自己。贺总。 接小宝的车到了。啊，好，大姑，我先送小宝。走了。嗯。他们是真的很爱你，你也一定很爱他们，对吗？ 大姑，你放心，我会按照你的意思离开他的。我爱他，我也希望他好。嗯。怎么样，大姑还满意吗？ 看来结果不尽如人意啊！别灰心，下次多练练，一定可以。怎么了，小燕？我们分手吧。你又跟我开玩笑呢？我怕小宝受刺激，所以还拜托你慢慢跟小宝讲清楚这件事。 怕刺激到小宝，就不怕刺激到我呀？命运啊，这默认的玩笑，徒增那么多阴差阳错的环绕，早知道。是不是大姑又说了什么？